对，我几乎的珠宝都是老公买的，我老公还好，他也懂自动自觉的，就是每逢每每就到了一些，生日啊，或是一些特别的日子，他就会看我身上缺什么东西，或是有些时候我也会跟他说，老公这个好漂亮哦，就发发，就撒撒娇这样子，他买过最贵重的是哪一个？就最贵重啊，对，就是花多少钱？我不能这样说，因为每一个都有不同的，就不能从那个金钱的价值看。我觉得最重要是老公要